Hello， 大家好 ，Cómo está？ 欢迎收看硕哥看球频道，今天又来看球啦。今天这场比赛呢是篮网对阵活塞啊，今年应该是国内的1月27号，大年初六，这里祝大家春节快乐，好吧，拜个晚年。活塞呢这个赛季也算是联盟弱旅，上一场呢篮网输给了76人，这场看看能不能拿下，好吧，开始一波连胜。因为今天是春节赛，所以现场的活动应该会非常的多，然后据说各种大博主还有网红什么的都会来现场，我们去找一找，看看今天能碰到几个大明星。今天这场比赛我们是买的山顶票，所以呢看比赛其次，主要就是看看场馆里面的活动之类的。之前有朋友问布鲁克林篮网的这个季票的事情，其实季票没有大家想象中那么贵啊，一个赛季是82场比赛，然后篮网主场是41场，季票呢没必要买41场，有20场的还有10场的，这些都算季票，也都能拿到福利，还挺人性化的设计的。下一个赛季已经开始卖了，我看了一下价格，比这个赛季略微有点上涨，大概平均下来是40美金左右一张票。如果你买半个赛季的话，20场比赛就是这样子，大概算下来是900多块钱，对，900多块钱，平均下来是45块钱一张票，也还好。然后如果你想要坐楼下的话就稍微贵一点，40多的一张票是楼上大概第8、9排这个样子。然后季票的福利也是很多啊，首先是平时买场馆的吃喝都会有打折，大概20%左右，还有各种季票的活动，包括昨天去76人客场支持篮网，应该组织了40-50个人季票的，我是没有去啊。然后还有就是之前发的跟渡边的见面会，这些都是季票的福利里的。 OK， 这就是今天的比赛啊，新年主题的。今天场地中央的大屏幕也是非常有新年气息呀。然后每一位观众的座位上都会有一个新年的红包袋，里面呢其实啥也没有。这边是活塞的斯图尔特还有诺克斯在热身啊，斯图尔特也是著名的詹姆斯克星，诺克斯呢之前是在纽约尼克斯打，后来纽约尼克斯就放弃培养他了，其实也是一个挺不错的小伙。对面呢是本西蒙斯在练习罚篮，最近感觉训练时候本西蒙斯罚球准度非常好，不知道比赛时候怎么样，我们今天拭目以待吧。哦，这就话音刚落就罚丢一个，还可以看到小托马斯也在旁边热身。Can you sign this, please? Everyone else sign it. Can you please sign this? Can you please sign this? Everyone else sign it. Thank you. Last one, sign it. Huh?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Bring it back over, man. You got to. Bye. Appreciate it. Thanks for your time. Thank you very much. Stand by, sir, please.
各种试吃。现在准备去座位上了，今天没有什么活动，只有一个小吃的试吃，然后还有就是新发布的衣服买了一点，其他就没什么了。兄弟们到地方了，今天是这个山顶票，大家猜一猜多少钱？好吧，一起竞猜一下，大概是山顶的第12排，不是最前面也不是最后面。这个山顶票唯一的缺点就是太黑了，大家可以看一下后面有一点黑。然后今天进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送了一个红包，就是这个华人青年的小红包，里面其实啥也没有。对，这里面就是有一个这个华人青年的一个宣传码吧，说你如果扫这个二维码然后玩一个游戏就可以获得球衣之类的东西，感觉挺敷衍的，就这么一张小纸片。有没有朋友想要的？想要的就抽了吧。现在球员都出来热身了，可以看到很多人都穿着这个非常非常喜庆的红背心。外线这个是杜克、萨姆纳，还有本西、上格兰。现在是大使馆的官员致辞。获赠一件这个篮网的华人青年限量款 T 恤，啊不对，这个是卫衣。然后大使送了一个兔子。华人青年创始人这波一波出名了呀，这西蒙斯穿这个篮网背心儿挺性感的，真喜庆。比赛马上开始，今天的报幕是中文。萨迪克贝，哇塞，还有中文字幕。博扬，中文。罗格斯，简单外围。
赛马上开始，大家猜一猜谁能进第一球，是拦网还是同路 ？OK。对，是拦网还是活塞？我一看到绿衣服就想起雄鹿了。好，小哈空接，本西勾手，好、哦、被盖了。艾维接球，扑进来，上个反篮，哦，打进。看宁安受伤以后，这艾维也是当上的老大呀，球权很多。哦，空接进来，转身中投，哦，又进了。奥尼尔一个空位三分，好球！欧文持球，又要单打了吗？踢进中距离，哦！这艾维独得十二分呢、啊，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今天的积分板也是春节特色，一片红。第一节感觉就是欧文在打呀，全靠欧文一个人支撑，其他人得分不怎么地。投篮也投不进，莫里斯两次空位都没投进。哦，泡泡出场了，泡泡出场了。泡泡。泡泡二连中。No！ 啊！泡泡要赢了，泡泡要赢了。太嘲讽了，太嘲讽了，宝宝。MC Jin in the house。第一节结束啊，30-27。第一节比赛结束啊，篮网的失误有点多。然后欧文只有欧文一个人在独立支撑，好吧，其他人没有什么贡献，进攻有点打不开，看看第二节吧。杜兰特今天也在场啊，又是这个粉色的帽子，细致拿捏，在这儿，粉色帽子很明显呀、啊。今天干扰罚球，这里还写着打铁喽三个字。今天拉拉队这支舞也是打扮的很有中国特色。这个是谁呀、啊？蒋梦婕。哇，这个脸怎么闪闪发光的？啊，没有拿稳。小勾手，哎，欧文差点又要补扣了。小斯，哎呦！这个第二节末尾篮网的进攻篮板抢得不错呀，刚才一直抢篮板，可以的，二次进攻。半场结束59-58，篮网领先一分啊。上半场比分还是打得非常的焦灼呀，篮网这边三分真的太不准了，下半场继续吧，看看能不能拉开比分，一波带走。今天的这个伙食是热狗啊，很简单的，是11刀一个，然后我们一共买了3个。今天由你们的硕嫂主持这个吃播节目。
How is the hot dog? It's good? No, that's刚才吃了点东西，买了点吃的，回来以后发现篮网落后十分了。天哪，今天这场有点危险呀！那么难拖，莫里斯又空了啊！继续打铁，对面好像有包夹的意思，还是给到莫里斯啊！三节结束了，篮网落后了11分，101-90。最近篮网的比赛一直都这样，三节挖坑，然后四节让欧文回来填，填够了就赢，填不够就输。最近几场都是这种节奏，感觉不太行呀。我们看一看吧，第四节，今天大概率要凉凉，我看这情况。其他人的手感太差了，尤其莫里斯，今天小库里还打不了，外线真的是少了一个很强的火力点。小哈被放空了，哎，空切，24，好球。看看欧文能不能有奇迹了，扑进来，哇，这个没有2+1吗？哦，欧文，耶！耶！欧文，现在还剩3分钟啊，差7分，还有一点机会，一定要守住啊！哎，结果回来又被打了一个2+1，又没了。这好好刚追的3分又没了。刚才又被打成一个2+1啊！哎，凉凉了，剩下1分半，落后10分。可惜呀，可惜，联盟弱旅都没有拿下。最后比分130-122，篮网又输了。哎，新年赛也没有给我们大家带来新年礼物呀，有点伤心。每次篮网比赛都是三节挖坑，四节开始往回追，太难了。好吧，现在我们就准备撤了。今天这场比赛就这样，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